你早就知道智能中枢系统出了问题，20个测试组，3个出现了幻觉，还有一个非正常原因退出游戏，现在造成大脑损伤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。那你就把问题给解决了。我怎么不解决？我只是先暂停公测，公测不能停，拿所有玩家的命在做实验。我根本就是你的实验品，能够帮助残疾人重新感受世界的超 VR 和平游戏，魅力世界。魅力世界真的可以改变所有残疾人的未来。以后你真的太伟大了。不要！保持联系，注意安全。